我过得也太迷糊了，爸爸，真是对不起，应该是我回家去看您，而不是让您送个蛋糕来给我。爸爸，您对我的心意，我永远都会记得，我会好好的孝敬您，让您过最舒服的日子。进来。这个蛋糕是昨天那边亲自，哎，这个我知道，是房间里。这蛋糕已经不能吃了，我拿去扔了，好了，哎，放下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有什么事情吗？我这有几份公文想请经理签字。是啊，经理一直对我很好。那我问你一件事，你要跟我说实话。前两天我在工厂里看见他们把砖头放进一个摆货品的纸箱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要跟我说实话。那是蔡老板玩假出口退税的把戏。蔡老板勾结国外不法商人，做这种事已经是第二次了。潘经理，您突然间跟别人说这是我告诉你的。不会，你放心好了。你们的衣服换好了没有？都换好了。都换好了。桂兰，
就是你的动作太慢了。教练，对不起啊。好，快点把鞋子穿上。我今天想请假。请假？桂兰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哎，我是有点不舒服。哦。桂兰，你轻你的负担太重了。教练，我。别瞒我了。我知道你的伤已经完全好了，如果你加紧的苦练的话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赶上别人。我行吗？你当然行了。对，你一直是我们当中最优秀的。桂兰，我们是最要好的同学哦，没有人会骗你的，对不对？可是桂兰，这点伤是难不倒你的。对，桂兰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们都会帮助你啊。对，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。桂兰，你现在还要不要请假啊？不请假了。好。来，我们先来做暖身运动啊。好。预备。编的太不高明。好了，好了，不要瞒我，老老实实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干了？一定要有理由吗？当然了，可我对你不薄，而且呢，你口口声声的说对这份工作很满。好啊，不要再提这个什么辞职不干的事啊。今天晚上啊，今天请客，7点钟我们俩一块去，好吧？要去你自己去，我无法奉陪。老板，蔡老板，在我决定辞职的时候，我已经下定了决心，不管你答不答应，我都不再继续做这份工作。你另请高明，再见。哎哎哎哎。没想到你是这么绝情的人，是不得已，我也是。谁逼你辞职？蔡老，你心里应该要比我明白。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你的那些不法勾当。知道也好，省得我还瞒你。蔡老板，你怎么一点羞耻心都没有？我，哎，我只是赚钱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难道你不怕坐牢？那这个神不知鬼不觉，谁会叫我去做的？你简直无可救药，我真是后悔认识你。后悔呀、
看来不及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上次我给你五万块钱，那就是不法所得。你已经分配了张明脱身，那么容易？你怎么这么卑鄙？我要娶那女婿，男人骂人。安静一点啊，安静一点啊。后来我会多分你一点，只要你跟那几个厂商联络好，我会多分你一点。到我们家来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好久不见啊，看了，你好。你们两位，哎，是是是。哎，看了，昨天这浩老跟我聊起，这好久没来向您请安了，所以今儿个我们就一块来了。请安？是。那我可不敢当啊。本先生，过去的事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哎，我康某虽然度量不大，但是还不至于被人认为是气量狭小的人。哎，是是是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二位既然已经看到我了啊，既无病又无痛，应该说是平平安安的。哎，如果二位不介意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啊，是康老，康老，您可不可以让浩老到屋里边去坐一会儿？有这个必要吗？哎，老实说，今天来是有事要求你。哦，你浩老真会开玩笑。看了，我说的是真话呀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又何必说什么请安？徐师姐，你做事啊总是那么虚伪不实。浩老，我知道这都是我错了。二位请进吧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准备重新建厂啊。二位不必惊讶，我只是一厢情愿的在准备，距离正式开始还有一段距离。浩老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？我既然请二位进来，就不必吞吞吐吐的了。既然您这么说，我就厚着脸皮直说。怎么说？我想请康老回原来的工厂。你是让我回去做工啊？哎，不不不不不，这康老，这是您误会了。这浩老的意思是您回到工厂里边，全权负责，全权负责。康老，您
您不答应啊？李志贤，我听别人说了，工厂已经倒闭了。啊啊，这看了，您这所听的消息，这和实情略有出入，略有出入。实情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虽然是到目前还没倒闭，不过，哎，相差也不远。是因为产品太差，买主退货，这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了。不过，还有那些老师傅，到现在都不干，而我们又找不到熟手的工人，所以说，连整个的生产线来说，都发生了重重的问题。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？一言难尽。我倒可以一语道破吧。看看刚变。你们既然愿意听，那就恕我直说了。在依我看，一切问题的所在，都是你们不够厚道。没有熟手的工人，是你们二位没有好好的待人。产品太差，二位就应该及时改善，不应该存着侥幸的心理送出产品，遭到买主厄运的退货。看我实在有道理，我们的确是犯了错。哎，这当初要是康老不离开工厂就好了。哎，当初就不要提当初了。我当然不答应。康老，我之所以拒绝，并没有别的原因。就目前所知，你们这种局面绝非是我所能够挽回。哎，不，是康老，只要您肯回厂里边去主持厂务，起码那些老师傅都会回来的。回来他们还会再走？啊，那为什么？就以目前二位带人的这种情形来看，你又能留得住谁呢？啊，这个看了您放心，我们都会改变，我们绝对改变。哎，我只说说就算了。好，只要你答应，我会调一笔钱把这工厂再去支持几个月。我相信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之内，你一定可以把厂里的一切都搬回轨道，而且我可是无穷的大希望。只要你答应，我们把厂里的一切都交给你做，请你全权处理，我们绝不会回头。每个月你可以拿薪水，这样在工厂里的盈利之后，你可以分红，而且你是50%大。这条件太优厚了。康老，康老，您答应了？抱歉，康老，我不能答应。哎，这康老，我的能力有限。哎，我怕事情啊，不如二位所想象。也许我回到工厂以后，反而会把事情弄坏，这岂不是害了二位？康老，我们对你有信心。信心？你别忘了，当初我是面临倒闭才把工厂卖给你的。康老，你就不要再找借口，我求求你答应我。求我？那我怎么敢当？哎，康老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您好不好？要我叫你们二位怎么说呢？哎呀，康老，拜托拜托，求求您了，求求您，康老，拜托了。我考虑考虑再说。啊，谢谢康老。谢谢。
决定跟我来这次。一个人坐在这儿一定很无聊。是你？我可以坐下来吗？你要陪我喝酒？我要陪你聊聊。坐下吧。谢谢。你不喜欢看女孩喝酒？我是不喜欢看你喝酒。至于说其他的女孩子，我绝对不在意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朋友。既然我们是朋友的话，那我就应该关心我自己的朋友，你说对不对？可是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。可那就已经够了。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多了吗？嗯，你知道的，我就是喜欢好管闲事。你喜欢管，可是你却管不了。我会坐在这里，慢慢的，一杯一杯喝给你看。嗯，好吧，如果说你愿意喝，你能喝的话，那你尽量喝好。我知道你不喜欢看我喝酒，可是你也不需要坐那儿不停地摇头啊。不，我这次摇头呢，并不是为了这个，是为了其他的事。其他的事？什么事？你知道，你拿酒杯的姿势并不好看的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想，我从你言行举止里面。我可以判断得出来，你是受过一个良好家庭教育的女孩子，可是你并不善于喝酒，所以你连拿酒杯的姿势都不对。你还想纠正我什么？不敢，我想知道你心里面的烦恼。难道喝酒的人就一定有烦恼？不，可你知道吗？你的表情已经告诉我，你现在有心事。就算我有心事，那也不关你的事。不错，这是不错。嗯，康妈，如果说你现在愿意将你的烦恼跟你的心事告诉我的话，我相信你心里面一定好过一点。而且说不定啊，我可以帮你解决困难的。你也不过是个学生。是啊，我是个学生，可你不要忘了，我有超人的头脑。我可以跟你说，如果你愿意将这心事跟困难告诉我，我保证这件事你绝对不让新闻记者知道。就算你能明白我说的一切，你也不能帮我解决。那这件事情一定是很严重了。当然。好吧，每一个人遭遇不一样，我
我们月人活在世界上，就一定会遇到困难。可像你这个样子，一味的在逃避，这也不是办法。你是说，我应该要面对现实，找出解决的方法？我接受你的信，不过我们现在能不能谈点别的？可以啊。哎，如果说现在你不再喝酒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很好笑的笑话。哦，而且我可以保证绝对好笑。那你就说吧。明白了吧？嗯。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。爸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理李元昊跟徐志田比较好。哎，对，我也赞成小妹的话。爸爸，他们已经害过您一次了，你千万不能再上当了。嗯。再来呢，你的意思呢？爸爸，我觉得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。啊？大姐，你怎么啦？对呀，大姐，你平常不是教我们做事要小心谨慎吗？你今天怎么一反常态？就是啊。你别紧张嘛，我只不过是建议爸爸考虑考虑，我也没有让爸爸现在就决定啊。大姐，我反对你这种论调，你要爸爸考虑考虑，这无疑是给李元昊和徐志贤他们机会嘛。夏美，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激动，我们大家应该冷静一下。爸爸刚才所说的情况，李元昊跟徐志平他们现在态度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，他们不会再来引爸爸上当。再说爸爸现在除了债务，其他的已经一无所有，他们就算是要存心骗人也不会找上爸爸。大姐说的好像有点道理。哎，亚兰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之所以要把这个事情告诉你们，我是想看看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反应。哎，当然了，我不会听凭你们的说法行事，但是我会把你们的话记在心里头作为参考。可是爸爸，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，你自己有没有决定怎么做啊？我还没有决定。不过我想我有几点问题啊，想跟你们谈谈。来，爸爸，那你快说让我们听听啊。好。嘉兰说我目前除了债务是一无所有，应该不会有人打我的主意想骗我。这个话虽然是不错，可是以后万一这工厂有了起色的时候，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又孤台复明呢？爸爸，我猜他们一定会再出坏主意的。哦，你能这么肯定吗？他们这种人呐，坏事干多了，这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嘛。哎呀，佳妮，可是人心总是肉做的，我想他们不会这个样子。再说，他们以前只不过是利欲熏心，这一次他们既然再来找您，应该不会再做出见利忘义的事情。老实说呢，我想重建我们工厂的计划是个遥远的目标。在缺乏资金的情况下，谁知道哪一天才能够实现？要是我能够答应他们，立刻就可以有工作，不管收入多少，那至少对家里有点帮助。哎，那也好，房还可以占红利的一半耶。那我不准备接受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只等于是他们的雇员，凭什么领那么多呢？可是这个条件是他们自己提出来的呀。是啊，不管是谁提出来的，只要是不合理的问题，我绝不赞成。你们别看老爸爸穷，但
但是穷的有福气。爸，那您现在有没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再和他们研究一下细节问题，然后我会接受他们的要求。这是起步啊，我小心考虑了以后所尝试跨出的第一步。当然这距离我们重建自己的工厂理想很远，但是至少我们迈步向前了。孩子们，你们对我的决定有没有异议啊？爸，我赞成您的决定。爸，我也赞成。我也赞成。好，那我们就同心协力迈步向前。你小的啊，你坐，谢老婆。小哥，你不是要去做功课吗？爷，我做不做功课你管得着？小哥这么没默契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哥您坐，我失陪了。哦对了，三姐，我要是洗碗你呢？我去洗衣服。啊，郑大哥，大哥，待会儿见啊。您坐会儿啊，待会儿见。爸爸，来帮我忙嘛。这来嘛，快点嘛。哦，是乖女儿。你们聊，你们聊啊。做完的安排虽然不够高明，不过我还是蛮感激他的。不过我还是尽量抽时间出来看你。那这样多辛苦呢。这是我心甘情愿的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可是有一个人要阻止你，那就是我。嘉兰，你不会做这种事的。喂。是，我是康佳兰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好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记下来。谢谢你，我一会儿就来。佳兰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有必要知道吗？我还是想知道。好吧，那我告诉你。光阳在一家餐厅里喝酒，现在喝醉了，他的朋友打电话来让我去劝劝他。你要去吗？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光阳，我现在跟光阳只不过是普通的朋友，我之所以答应他，那也不过是道义上的承诺。我相信你不会胡思乱想。当我太太好吗？你喝了再说。好，我喝。我的亲爹啊，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你
你走开！哟，你这人讲话怎么这么凶啊？怎么样？你不高兴吗？你给我过来！你要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过来！光爷，光爷，光爷，走开！都不要理我！你看看我是谁呀、啊，光爷你。好，我把它交给你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世界上现在只有你还关心我，只有你还肯帮助我。可是关爷，你再这样下去，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了。下来，我喝酒是为了要醉，也只有醉的时候才能把烦恼忘记。对不起的。多少几百件事情在我脑子里面绕，我如果不喝酒的话，我早就崩溃了。下来，对不起，我对不起。下来，你不要光是摇头啊，你说话呀，你骂我。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下地狱。起来，起来，跟我回家去。我不要回家，跟我回家去。我不要回家，我不要。小丁的舞女一起喝酒。什么你？不要以为你丈夫是什么圣人，我告诉你，我天天在外面花天酒地。你不要瞪我，你要是早能对我温柔一点的话，我也不会出去了。赵光爷，你以为你在叫谁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很好，我知道我在你眼里头一文不值，可是我告诉你，你会后悔。你当然希望我后悔，然后你就找家来，是不是？你不要提家来。我为什么不要提他？昨天夜里他把你送到家门口，你自己说，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你不要侮辱下来。我是你太太，可是我在你心目中一点地位都没有。今天这个局面全是你自己造成的。难道你就不要负责任？责任？你跟我谈责任？我有责任？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整天猜忌我，疑心我，不给你丈夫留一点点自尊心。我们本来是可以建立一个很美满的小家庭，可是现在见了面，天天除了吵还是吵。
这样下去你会后悔的。你不要威胁我。威胁？我讲的每一个字都是实话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你继续留在这自己吵吧。你不要，话没有说清，你不要赶紧睡觉。他们能够继续的共同生活下去，加兰会被卷入他们的纷争吗？本利的创业机会已经来到，康家能够重新站立起来，请继续收看《无爱无家》。